山白河的这个方向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大概停留的地方呢，就是这个内兰机车库。那我们等一下从内兰机车库往回走，我们还会在这个车站这个地方，我们做一个解说，然后再针对呢旁边这边的小火车呢，再为大家稍微介绍一下。那最后我们带领大家到这个后面这个制糖工厂的地方，看看还有什么遗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往内兰机车库。